可以来回穿越到唐朝，在大唐我是无所不能的仙人。黄子李泰获得了穿越机器图纸，操作失误形成了一个即将形成黑洞的时空隧道。为了保护大唐，苏晨冒险钻进了黑洞隧道，进入了一个未知的世界。小白，你怎么会在我现代的家？你不是在大唐吗？苏晨，你是不是睡觉睡的脑子瓦特了？叫你不要每天看那些脑残小说，现在连现实和虚幻都分不清了吗？什么？系统，系统，狗系统，你给我出来！ 完了完了，苏晨，你该不会真是小说看的太多了吧？这世上哪有什么系统啊？你快醒醒！狗系统，狗系统，怎么回事？难道我之前的一切，老李、老曹、老刘、郑哥，他们难道都是我想象出来的吗？苏晨，你没事吧？刚才是什么情况？系统，系统，在呢。刚才是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回到现代了？叫你，你怎么不回话？ 回宿主，你进入的可是即将成为黑洞的隧道，在里面碰到什么都不稀奇。漫威，你看过吧？在其他平行世界，还存在着另外的一个你。刚才要不是我帮你，咱们可能都到不了隧道这头。我哪有时间回复你？什么？竟然还有另一个我？那岂不是还有另外一个老李？当然，宇宙的玄妙，你不懂。 嘿嘿，不过我在那里竟然也跟小白是夫妻。别废话了，那个跟你不重要，你先看看你周围吧。周围？狗系统，这又是哪呀？不清楚，反正不是你那片宇宙的世界，赶快联络一号吧。好。喂喂喂，能听到吗？苏晨，你可算是有消息了，你那里怎么样？ 小姐姐，我已经来到了时空隧道的另一边，可这个世界有点不对劲，这的人好像丧尸一样啊，上来就攻击我。哈哈哈哈，太好了，先生没事。没事，你大爷。苏晨，你很有可能穿越到了其他的平行时空。你说的那种生物是一种被病毒感染变异生物，我曾经去过那里。什么病毒变异生物？ 由于一些平行宇宙的文明科技数点歪了，所以才会这样产生这种不可控的变异病毒。这些怪物极度疯狂，若是抓住未变异的女性，就会疯狂繁衍。幸亏我是男的。若是男的落入他们手中，就会成为食物。那我不会被感染吧？没关系，我手上还有病毒血清，只要你平安回来，就能保证没事。变异体？哦，本系统想起来了，代理小姐姐，你曾经不是在一个世界。 由于能量耗尽，被一群病毒变异体抓走过一年嘛。闭嘴！你难道没听过知道的越多，抓的越快吗？好了好了，时空隧道就在我眼前，赶紧关闭吧。片刻后，苏晨已是关闭了隧道，对讲机也是失去了作用。系统，完工，咱们赶紧回家吧。丁，货币值余额不足，请宿主及时充值。忘了让老李给我弄2箱黄金了，这鸟不拉屎的异世界，我上哪去弄黄金啊？ 那个系统能不能再赊欠一次？丁，本系统不能再违规操作了，被发现就完犊子了。况且你生命又没危险，你有坦克，你怕啥？全当旅游了吗？不是。大唐，李探，你小子以后别再整这些危险的实验了。这台不完善的时空机器我就带走了，这个超时空通讯器你拿好，苏晨如果回来，立刻联系我，我要给他送病毒疫苗。等等，那个先生什么时候能回来啊？ 苏晨的系统好像出现了余额不足的问题，暂时回不来了。什么？那岂不是他处境很危险？这你就不用担心了，他各式各样的武器都有。不过我警告你，别再整幺蛾子了，我先走了。话罢，代理就打开时空之门离开了。先生暂时回不来了，回不来了。<笑>李泰拿出时空机器的图纸。 果然缺少了量子稳定装置，量子立场就会失控。而许久没有从父皇那里补充黄金的先生，没有足够的黄金，一时半会回不来了。哈哈哈！哎，这个李泰果然不是一个不安分的家伙，看来我得盯紧他。什么？你说贤弟不小心掉进了时空隧道，如今一时半会回不来了？没错，父皇，此事都怪儿臣，都是儿臣太过好奇，用时空机器的图纸做了实验。 你个逆子！若是贤弟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朕一定要将你给。父皇要将我如何？杀了我吗？你气死我了！气死我了！这混账小子，给朕立马滚！朕不想再看见你，快滚！是父皇，儿臣这就滚蛋。李泰拿出一枚鸡蛋，在地上滚了起来。臭小子，你敢戏弄朕？不是您说要我滚蛋的吗？朕是让你滚。好嘞。李泰离开宫殿。
正好遇见了李靖。参见魏王殿下。李叔，你今天怎么穿着一身盔甲？难道要打仗了？回禀殿下，陛下昨日下令，要我即可训练出一支远征军，出征海外扶桑，不留活口。什么？父皇竟然真的决心要彻底灭绝扶桑了？哈哈哈，这会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啊！只要扶桑覆灭，大唐一统世界的道路就彻底开始了。原来如此，若是李叔不嫌弃，本王愿意为您出谋划策，辅佐一二。哥，陛下会答应吗？我如今是闲散王爷，父皇也管不着我。哈哈哈，那好，有魏王殿下如此青年才俊，我李靖就是如虎添翼啊。我还得去苏王府报个信，我就先走了。李叔，等等，这是军令牌，有了这个就能自由出入远征军营。与此同时，另一个世界的苏晨正在被一大波怪物追击。我这是捅了感染者老巢了吗？怎么都追我一个呀？系统，有没有什么大范围杀伤武器给他们一次性给解决了？丁，狗宿主，大范围杀伤武器也会波及到你，而且你现在的货币值也不够兑换。下一秒，一个妹子突然从天而降，扔出一个烟雾弹。这是什么烟雾弹？感染者们好像很畏惧。气味信息素可以扰乱感染者的感知，不想死的就紧跟着我。